肥媽同黑妹李麗霞呢日就以70年代著名女子組合筷子姊妹花嘅造型出席慈善晚宴，為香港防癌會籌款。我係麵粉棍姊妹花，因為我想搞70年代，咁我要搞乜嘢比較突出咧？咁你扮邊個都唔突出，咁你扮筷子姊妹花就最突出噶嘛？我黑妹佢就真係義不容辭，你話扮乜就扮乜咧？因為我屋企啱啱先有人癌症走咗嘅，我屋企而家都有人有癌症嘅，所以我觉得系好值得去关注。而嘉宾之一嘅温碧霞仲以招牌嘅海潮碌现身支持添。其实我妈咪都系 cancer 嚟噶，不过其实我妈咪真系已经好叻噶，因为佢有病嗰阵时已经系88岁，咁但系一有咗嗰个病就好快咯，即系直线下降啊，体重啊各方面都直线下降，所以其实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關注多啲自己屋企人。而家忙緊電影工作嘅 Irene 又驚唔驚會冇時間陪屋企人啊？我覺得我自己其實好幸福喎，因為其實我又可以兼顧到我自己嘅工作，但係又可以有自己嘅家庭。其實屋企人對我嚟講真係好緊要，尤其是係感情啦。咁同 Kenny 之間咁多年嚟，其實而家嘅感情好似第二次戀愛咁咯，同佢即係個感情比以前仲更加好。所以我覺得希望可以做到就是事業和這個感情都可以，兩人都兼顧得很好。